前卷入假包争议，还在直播中公开验包真相，并忍不住讲到落泪。而妈妈布兰妮近日上节目时，星座专家分析她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人品，能提供给孩子的物质建议和意见都是在一旁辅助而已。他们认为孩子本质是非常善良的，当遇到难关的时候就会有身边的朋友给予鼓励。结果布兰妮听到一半自己忍不住泪洒摄影棚，还直接哭到颤抖，情绪可以说是非常激动。主持人也在一旁缓和气氛，表示最近他们家事情比较多，并把整包卫生纸递过去，直呼当妈妈真的会很心疼。而节目播出后，不少网友也在底下为王妈妈还有王思佳加油啊。